你要乖哦，儿子。我爱你。我也爱你，妈。耶、yeah! ！你爸失踪后，海巡署的人尽全力找他。我有参与搜救，所以我懂。要是被我妈发现我没去蒙特楼，而是偷偷开船出海去找我爸，那你就死定了。我懂了。听着，孩子。明天就坐我的船出发到那该死的岛。你等着吧，我来了。喂，是我，有没有菲利斯的消息？抓紧了，各位！他开船出海去找他爸了。汤姆，雷夫好像发现什么了。永夜岛。你觉得那个传说是真的吗？永夜岛真的藏有宝藏吗？莱佛，你爸信以为真。有个秘密通道，砖块是松的。我亲爱的墨家同胞们，墨家能赐予任何人永恒的生命。我有预感。你爸就在这附近。啊！你怎么会知道这件事？那个米娅会孤单我们一辈子的。快跑，菲利斯！那你大可放心了，他们只是去捕鱼了。怎么样，米娅还好吗？哦，很好。